告诉你们什么叫车神好不好？2000，我跟你讲，红色的啊，红色，当然要 FT 啦，对不对 ？FT 就是手牌，好不好？我来一个赤橙好了。为什么不能挑？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来一次哈。很久没玩了。奇怪，他刚才自己弹回，弹回他的掌位哦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要换另外一台镜头照，另外一台，我觉得我要换一台。OK， 是他会自己弹回自己的档位，我才不要玩了，我要换另外一台。我现在换这台，这个会弹回自己的档位，我换这台。再来一次。
那方向盘没有问题，我跟你讲是档位有问题。好，再来。我们一样选 S2000 ，OK， 这是一般版的 S2000，它一样选红色的 ，OK， 好，一样 MT，OK，、okay、一个人玩，我看这个可不可以。应该可以选了，哦，好，可以选。那我选那个秋明，好不好？对，这个、哦、左周 ，OK， 好，好，选早上。拍得到这边吗？会反光吗？很清楚啊。OK。哎，这个不会哦。顺哦，
才是正版的头文字 D 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档位是啥？哦 ，OK， 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哦。我没有零钱了，拜拜。